情绪百百种，表情藏不住，一起来看看平静的情绪。嗨，我是平静。当闲来无事，到公园散步，耳朵听着虫鸣鸟叫声，微风迎面吹来，我感觉心跳和呼吸缓和，身体放松，我觉得好平静。当你没有压力，身体很放松，心情很安稳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情？平静。